张总监，我真的不知道你妈会那么做，那是误会。但你怎么能够假装是我女朋友，然后就挥我妈呢？那不是你让我冒充的吗？我告诉你，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我就当做这个人情我还了，我不欠你了啊！咱们以后谁也别联系谁，好吧？那跳槽的事，还跳什么槽？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跳槽。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假装是我女朋友，以后谁再提这件事情。 谁就是小人，懂吗？喂，我是张晶，我怎么打了你一晚上电话你都不接啊？你有什么事吗？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是不是跟你那女朋友吵架了？我很累，不想说了。 我就说走之前，请你和关小姐吃顿晚饭。咱们好歹都是 Linda 的家长，到时候大家一起坐坐，也可以给 Linda 一点家庭的幸福感。她明天有事，她去不了。我就说你俩肯定是吵架。陈小玲，你是不是真的很闲啊？你现在有空是吧？那我们来聊聊彤彤的教育问题。行，那你早点休息。 明天带关小姐一起啊！再见。爹。嘿。嘿，嗯。他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请你吃饭了？啊，对啊。你女朋友能来吗？你关姨。 他肯定有事儿去不了，那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去啊？为什么？怎么了吗 ？It's time for us to have dinner. 如果要跟他吃饭的话，改天还有机会啊。No,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Why? There's no airline company at all. 他有的只是一架比他还老的破飞机，靠给人家喷农药挣钱。 Understand? 彤彤，嗯，看什么呢？嗯，没有。走吧。Wait a moment. I will come soon. 你找得到吗 ？Of course. OK. 嗯。Hi, David. Hey, how are you? Fine. You? Great. Thanks. 哎，彤彤呢？她在外头，一会儿过来。怎么样？明天几点飞机啊？怎么了？你要去送我啊？我要上班。<笑>哎，你那个小女朋友怎么没来啊？她有事儿，来不了。吵架了就吵架了呗，装什么呀？关美阳真的有事儿，她对你说要请客之前，她就说了。
This is my mom's goodbye party. Thanks for coming. You are welcome. 我赶上了吧？嗯？你怎么来？彤彤妈妈今天欢送会，我怎么能不来呢？我没来晚吧？You're on time, 关阿姨. You look so pretty today. Thank you. You can call me Oliver. Oliver. Yeah. Nice name. Linda, 我呢给你准备一份礼物，本来想让你爸爸送给你的，今天自己带过来了。Thank you, Oliver. 哎，现在别打开啊，自己回到家一个人打开看。What's inside? A surprise. Sounds cool. 坐吧。 Can I offer you something to drink? Yeah, cheers. Thank you. Okay, let's have a toast. Thank you. Chen 小姐，环球旅行从哪儿开始啊？我跟 David 呢都比较喜欢阿拉伯的国家，第一站呢准备去摩洛哥。摩洛哥呢是一个被上天眷顾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让人向往的地方，风尘滚滚的撒哈拉沙漠。 地中海旁边的明珠，这一切一切都非常的让人神往。哇！我看起来你摩洛哥的宣传手册背的还不错嘛。哦，对了，我们戴维还有自己的农场呢，有很多的牛啊、羊啊。田纳西那边的很大一片地，都是隶属在他的名下。<笑>牛啊！ 牛啊，牛！哼！张红星，你干嘛？我去买单。说好了今天我请客，是我请关美洋，你付了钱就相当于他请我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别闹了嘛！ 我闹什么了？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呢？我心中最美的那个陈晓玲，是在舞台上面耀眼夺目、自由自在、目空一切、敢去追寻自己梦想的那个芭蕾舞者。我们认识真的很久了，你可以放下伪装，做你自己。 你以为你很懂我？我只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彤彤跟他妈妈还要再聊一会儿，你要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回去吧。授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来了就要把全部洗码演完。今天真谢你。谢就少说几句吧，小人。行，算我小人。之前的事儿，对不起。哎，对不起就别说了，反正你欠我一个大人情，怎么还我你应该知道的哦。 人情是人情，工作是工作，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个人情我是一定会还的。宝贝儿，你记住妈妈跟你说的话啊。关小姐，以后琳达就要拜托你了。应该的，你放心吧。 妈妈走了 ，call me。
谢谢啊，您有开车吗？一块儿走吧。没事，我自己开车了，你们快回去吧。行，那路上小心。拜拜。 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你。